好，我看到这题哦，他说有这个三个大小相同正六边形，对不对？边长是几？二。A、B、C 是其中三个点，求向量 BC dot 向量 AB， 这里怎么算？求向量 BC dot 向量 AB，BC dot AB。其实这一题啊，老师会建议大家，要碰到这正三角形或是正六边形，老师建议大家直接把怎样坐标化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以这个点当原点，好不好？边长是几？二。我去画一个直角坐标轴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你观察一下，这时候画一个直角坐标轴，把它坐标化，因为边长是几？二，它是正六边形，所以正六边形可以切割成每个正六边形可以切割成六个正三角形，我看把它切割出来，好不好？拿一个铅笔轻轻把它切割。好，那这些三角形边长都是几？二。所以说你看一下边长是二，所以说告诉我 A 点坐标是几， A 轴往右移两格，再移几格，一格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把这 A 点坐标去做垂直下来，有没有？去做垂直下来，边长是2比1比根号 3， 所以2比1比根号 3， 这个边长是 2比1比根号 3， 所以 A 轴往右移三格， Y 轴往下移负根号 3，所以 A 点坐标是3负根号 3， 就出来了。来 ,B 点坐标呢 ?B 点坐标一样在这边，你看一下 ,B 点在这边。麻烦你齁轻轻去做个垂直下来，一样2比1比根号 3,X 往左移三格 ,Y 上升一格。所以说 B 点坐标是负3根号 3, 这样行不行？那 C 点坐标 ,C 点坐标好在这个 Y 轴看嘛。所以 X 轴是几？ 0 上升，这是几？根号3加根号 3， 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一个正三角形，高度是几？边长是 2 比1比根号 3， 根号3加根号 3， 2根号 3， 所以说你这时候去把坐标化，好不好？去把它向量每个点坐标化，那今天要求向量 BC dot 向量 AB， 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时候麻烦你把向量 BC 算出来，和向量 AB 算出来，分别把向量 BC 和向量谁 AB 算出来，向量 BC 怎么算？把 C 减 B， C 减 B， 0减掉负 3， 3再来2根号3减掉根号 3， 根号 3， 行不行？再来向量 AB， 把 B 减 A， 负3减 3， 负 6， 对吧？ B 减 A 嘛，好，根号3减掉负根号 3， 负得这2根号 3， 那今天向量 BC 到的向量 AB 行不行？把坐标 A 轴乘 A 轴负 18， Y 轴乘 Y 轴，根号3乘根号 3， 3再乘2 6， 所以说算出来答案是几？负 12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